终于见到你们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我不是真的，对，大家。他不需要麦克风就可以比我大声，好厉害！有同感的好声音，他的这个会不会有？刚开始有。很大，而且 我第一天要跟华哥拍戏，第一天要碰到华哥，我们两个的戏就是那种贴脸很靠近的。所以你们要去戏院看我们的戏啊，要看我们在里面那个。我们台湾人送苹果代表什么？希望平平安安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加油啊！我会加油。对对对，小心。